一个嘉义工程界非常有名的蔡金庄老先生，伫个前一阵仔过身，二十号举行盛大的告别式，特别请来嘉义市长吴敏辉担任点主官，监察院前院长张鹏啊嘛特别到场来点香。伫伫个典礼过程当中，蔡金庄老先生的双胞胎孙啊蔡明翰和蔡明华，特别准备着两台370型的大怪兽和大型的拖车，计达几落千万，因路要来陪伴送阿公最后一路。嘉义工程界万年师蔡金庄老先生历经过身，二十号厝人替蔡金庄老先生举行盛大的告别式。嘉义市长吴敏辉前往担任点主官，监察院前院长张鹏雅也亲自到场念香。蔡金庄的孙仔蔡明翰、蔡明华，竟准备计达千万的370型大怪兽和大型拖车到场，送阿公人生最后一程。蔡金庄老先生持有7个子，孙仔15位，孙女3位，家庭子孙满堂，事业上也拢相当杰出，对社会长久未少贡献，认为感念父亲回馈社会心意。顶主蔡学成以及其他6位子女子婿特别集资，并结合嘉义18间不动产饭店等大型企业，举办9月份的啤酒马拉松，甲12月份的嘉义马拉松，来纪念蔡金庄老先生，同时也予全国跑者来到嘉义，带动嘉义地方运动风气甲经济。新闻台民间市采访报道。别问我为什么停下来，好吃好逛又好拍，因为来家太好玩，一起家一起不完。吃好逛又好拍，因为来家太好玩，一起家